集。好，翻嚟咁啊，首先咧就借用咗呢個插花稿啊，嚇 John Watts 插花稿嗰個片段啦。咁啊啊，唔好介意嚇、啊、，OK。好啦，呢一段片我就唔明白點解瘋傳嘅。咁兩種睇法啦，就冇話咩社會學角度分析噶啦。有一班人認為小朋友好可愛，有一班人認為佢哋好老積，即係特別係中間啊陳同學啊，好老積咁講。你覺得咧？後邊嗰、那個。我估佢哋應該幾 friend 啊，即係可能咁先得。誒，你答我。係啊係啊。嚇！唔係你覺得係點解會咁瘋傳啊？因為咁嘅片啫嘛，係可愛啊，定係老積咧？咁啊，兩樣佢都有啦。前邊老積，後邊可愛啦。咁前邊老積，當然我估都係佢由細屋企嘅訓練啦。嗱。我覺得有啲網友批評佢嘅老積，咁係有啲老積嘅，但係亦都唔算黑我憎，唔黑人憎嘅。佢即係阿陳同學啊講嘅嘢，至於後面嗰啲咧嗱，可能佢哋好直接，即係我哋大家經歷過嗰啲僆仔啊嘛，包括個校長去解釋翻佢哋，即係去問嗰啲同學點解有咁嘅表情情嘅時候咧，我覺得校長未必，雖然佢係校長，佢未必 get 到咧，佢哋呢一班同學真正嘅心態嘅，其實咧。好可能阿江同學嗱，嗰、那個佢係江同學啊。另外打眼色嗰個咧就係啊劉同學、阿許同學、許家傑。係阿江同學咧，其實可能係心諗：屌你老母，你咁撚吹水！即係當然係未必講屌你老母啦。係啊！屌你老母，你吹撚曬水，好撚心啦嚇！咁啊，即係我哋經歷過嗰個年紀啊，那個年代啊，我覺得十九不離，即係八九不離十噶啦。佢係咁諗。我估佢哋可能即都算係一係就封唔住對方，一係同對方幾熟。即係就算講你吹水都幾熟噶啦，唔會做呢動作噶嘛。屌你又吹水，係啦係啦，整下你先。我諗佢哋幾熟噶啦，成日吹水噶啦。屌你咩？扮撚即係扮撚曬義正言辭，做乜撚嘢啊？你平時都唔係咁嘅。跟住許同學咧，之後望一望阿江同學噶嘛，後面一個即係打個眼色咧，即係等於話。屌你有理啦！係咯，佢有理啊！次次一係主大人就咁噶啦，一係啊就扮撚曬嘢。做自己時就唔係咁嘅。係啦，可能平時咧一樣同我哋屌蝦擦蟹啊咁樣。O K， 平時都裝咗成串啦，你又扮嘢啊頭先。咁當然啦，嗱，由先校長咧，有啲人話係老積咧，校長都同佢解釋嘅。佢話其實今次咧，但係首先啊，校長咧，阿陳淑儀就話咧，嗱，學校冇干預過佢哋，都冇訓練過佢哋嘅。佢話不過，佢話而家咧，因為今日嘅教育同社會要求同。即係以前好唔同啊！除咗學校以外，即係除咗學校之內咧，佢哋喺學校以外有啲家長咧，其實都訓練啲仔女咧，話點樣去別上，即係都咁樣嘅。佢話所以咧啊，佢話當年我哋讀六年級，同佢哋而家讀六年級就爭好遠啦。即係包括呢個講故仔能力同埋表達能力啊嚇。咁特別係有啲你知咧，啲家長咧由細個到大就訓練，咁係咪有陣時我真係覺得好奧妙一。個家長有一百種啊教導仔女嘅方法啊如果睇翻我哋嗰、那個啊 BBC 嗰個咩七年嗰個咧，你因為你喺嗰個方法入邊啊，發覺後來佢哋成功機會係細嘅，但係中產最容易即係下墮，但係佢又有人能夠頂得到嘅喎嚇。咁、有陣時家長，因為點解咧？其實做家長嘅咧啊，雖然話咩生仔要考牌。咁但係做家長有邊個唔係一度做一度學啊？除非你話譬如而家我啤你屌你五啊幾歐無端端個老婆掟多件出嚟，咁我就叫做有二十幾年即係養細路仔嘅經驗。咁對呢一個仔咧，我可能咧就會有啊，我認為比較合適嘅方法啦。咁但係其實 general 嚟講唔會噶嘛，你都係一度做一度學嘅啫嘛，係嘛？一齊成長嘅啫嘛，係嘛？所以咧，你話邊一樣嘢？譬如我見到啲網友啊，即係。喺個留言話陳同學咁好老積，係有啲老積嘅。咁但係佢可能係因為就係、是、因為個社會或者屋企啦，係嘛？又或者佢甚至乎佢平時唔係咁噶，所以先出現咗阿江同學，屌你老母！第一嚇，平時訓練一對住大人就要咁，係啊，即係好似我哋咁啫嘛，對住大人同埋自己都兩個人啦。係啊，唔係啊，喺個網台度講嘢同平時都咩㗎？不過我就冇乜㗎啦，因為我已經夠老啊，嚇、我夠老。如果唔係嘅，你諗下自己，譬如話對住老細喺公司，同出去對住班 friend 都唔同㗎，嚇、咁仲何況你咁細個 ？OK， 好啦。咁啊，三個同學都獲到第一志願㗎，咁其實而家獲得第一志願就係容易啲嘅，因為最關鍵就係真係冇咗咁多同學啊嘛，嚇、咁啊，油麻地天主教小學啊，海雲洞，我上網睇過呢間咧，都係 OK 嘅區內嘅
有心機的名校嚟㗎。咁啊，陳同學啦，陳海浩，即係頭先嗰個話辛苦就談唔上啊。嗱，呢一個都好地道嘅廣東話，但係我真係好少聽，特別係細路仔講談唔上啊啊，即係呢一樣嘢啦。都訓練過啦。咁就就派咗第一志願華人。咁點解佢會有呢、這個話辛苦談唔上？點解有咁多啊補習咧？咁原來咧，根據校長講咧，其實成績就一向都麻麻嘅，根本就啊係 Band Two 學校嘅，佢哋覺得佢應該咁啊冇乜理由會達到 Band One 水準嘅。咁但係咧，佢就好勤力喎，發奮圖強喎，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啦，每日放學啊定點樣咁啊所以今次佢咧就啊叫做成功入到佢自己嘅第一志願黃人啦。啊，華人咧，華人就喺何文田啊。跟住啊，江玉軒同學咧，即係後面 O 嘴個咧就黃人，都係第一志願。許家傑同學咧就英皇，都係第一志願。呢三間中學咧，雖然咧 general 嚟講啲成績都大跌啊，比以前咁，但係仍然係就係 top 學，即係 top 嘅學校就係 top 嘅學校啦。大跌極佢都係 top 嘅。OK， 好啦，但係我想講咯，屌你咩六年級咁撚靚仔嘅呢三條撚樣。六年級喎，咁佢好靚仔啦，就係、是、咯。但係我哋六年級已經又揸波，你睇翻以前細個啲相都，但係好難，唔通我咁細個嘅時候就已經係啊，係咁咧，即係我咁細個就已經揸波發西。睇佢頭先佢咁，可能翻屋企打飛機啦，已經係咩？咁係嘛？屌你老靚仔嚟嘅，不過可能我哋而家老咗啦。小學嗰時睇小五六已經睇嗰啲誒卡通片㗎啦，係，但係我哋即係。佢又咁啊，係！我哋都做細個啊，係啊，做嗰啲係。即係我哋而家，可能我哋而家就覺得自己咩啦？可能睇翻六年級，原來都係，我你老母，原來我係僆仔嚟嘅啫喎。係啊 ，OK， 好啦，喂，咁呢單嘢啫，但係我好難想象呢三條僆仔咧，呢三同學原來翻屋企又打飛機又剩，又睇老鹹。係啦，唔係小六喎。屌你，小六就應該肯定係㗎啦。屌你，你真真係十二歲。呢個年代，我哋年代都係學分依家。咁啊係，啊都係嘅。屌你老尾！嗱，阿江同學、陳同學同埋阿許同學，我同你哋講，因為點解佢有機會睇到我哋嘅節目咧？因為頭先我有條片啦，我提有佢嘅。嗱，一碗飯一滴血就三碗飯，嗯、一滴精就三滴血。屌你即係九碗飯先一滴精，唔好打咁多飛機嘅。OK， 誒 OK， 好啦，喂，呢單奇案嚟，我都唔知咩事喎。嗱，係一單襲警奇案，兼夾搶槍添。咁因為搶唔到啊，所以單嘢就唔係好大。咁但係咩事呢？嗱，尋晚7:07喺伊麗莎白醫院入面，據了解有兩個隸屬西九龍總部嘅交通警員，交通警嚟嘅啫喎，喺 ICU 即係深切治療部啦，就調查一單較早前喺旺角發生，涉及一個日籍旅遊客被的士撞傷嘅交通意外。咁冇乜嘢啊！完成調查，準備離開病房嘅時候咧，突然間有一個男子，當然唔係呢兩個警員啦，情緒激動，從後打擲一個男警，令到個男警手部受傷，更加試圖搶另外一個警員嘅配槍，不過冇成功。咁啊，事後咧，有一名姓林嘅37歲男子，以涉嫌襲警同埋企圖搶掠被捕。咁呢個係咩男子咧？嗱，據講 ，OK。這個男子咧，姓林嘅37歲男子，同日籍旅遊客並不認識嘅。嗱，其實咧係較早時有個日籍旅遊客就戇撚鳩鳩，總言之就俾的士撞到。因為點解咧？啊，唔係即係入咗醫院啦。個日本旅遊客，而個林男咧就揸電單車嘅，唔關呢單 case 事，就載住佢老婆又俾車。得唔到掣收車就撞到老婆咧，於是乎咧就要入醫院啦。其實林林都受傷嘅，都入醫院嘅，都要入醫院。好啦，咁兩個差人嚟到咧，就唔係查佢呢一單案喎，係查一樣喺醫院嗰個日籍旅遊客單案喎。佢哋並唔認識嘅喎。OK， 好啦，屌你查完之後，差人可能問兩句你哋買啲啊唔係喎，屌日本唔係喎，係屈特斯，屌你老尾做乜撚冇撚嘢啊嘛 ，Deska 咁樣走呢、這個林林唔知做乜撚嘢喎，就突然間從後襲擊一個警員，兼夾想搶佢配槍喎，咁當然後來俾人制服啦。而家咧
警察就查緊，記者就見到病房一部腳部打石膏的男子，黑布蒙頭坐在龍椅度，被帶上警車。咁啊，據講呢個37歲嘅男子會涉嫌襲警同埋企圖搶掠被捕，案件而家交由油尖區刑事調查隊跟進。你即係點樣解釋啊？屌你真係發癲，無撚端端。喂，即係我真係好難想象喎。佢受唔到佢刺激。受咩刺激啊？咁你俾車撞到啫嘛。可能好大鑊咧，可能佢伴侶。咁你好大鑊啊？好，可能係咁，但係你好大鑊。定係你想搶槍嚟自殺？諸如此類，可能一下受唔到刺激會嗱，佢太太就有腳骨折同埋流鼻血要留院，但反而係林南情況仲嚴重嘅喎，唔知啊，咁查落去咯 ，OK。被捕人嘅動機而家有待調查。嗯，咁你話如果精神有問題就冇動機可言㗎啦，嚇。又或者見到屌你死黑警又交通警，真係我真係唔知啊嚇。反而嗰個日籍女嗰、那個即係。嗰個日籍旅遊客都唔知咩事，屌咗咩事啊！俾人撞完，俾的士佬，屌你跟住而家你入到嚟又去闖，佢真係覺得好繽紛咯！呢個香港呢個日籍旅遊客嚟香港可以發生咁多呢啲事嘅啊！好啦，咁啊嗱呢一單嘢都叫做關拉住關香港事啦！你香港啲男仔唔生性唔爭氣就係咁噶啦！有個22歲嘅香港女仔，同埋有個27歲嘅中國內地男人啊，冇辦法噶。你香港唔啲仔唔溝啊！上個禮拜喺清邁旅遊嘅時候，泰國啦，竟然喺烈日當空下，當眾全除光曬全身，喺個街頭度烈日當空活春宮，即係搏嘢。哇！唔熱噶？黑殺路人，咁你搏熱？唔係喎，如果泰國哦，如果除咗犯法以外咧，喺陽光底下摸天隻地做咧。又是另一個 feel 嚟嘅喎，你睇嗰啲外國或者日本啊，都有呢個 category 噶，嗰啲 AV 就係咩咩島啊，即係陽光海灘啊，你幫嘢噶。通常咧，佢哋係戰曬嗰啲，即係後進狗仔咧，企喺度，或者戰曬啲啊布啊，條女瞓喺度啊。但係其實咧，大家去過沙灘就知啦，你更小心都好啦。其實真係好容易有風都吹到噶嘛，啲沙。有時我諗，屌你老母！你話如果幫嘢嘅時候吹咗幾粒沙？屌你老尾喺羅賓州度，或者喺個女人嗰度，屌你老母係咁喎，抽插埋磨砂。嗱我哋磨砂，我哋磨砂都會㗎。咁唔係好多沙啫，我哋磨砂都唔會痛嘅，舒服嘅，即係磨走啲。喂，但係你下面好亂㗎喎。唔知啊，真係。係嘛？屌你磨砂，我成日睇咧慢鏡啊，專登放大嗰啲嚟睇咧，睇下會唔會吹沙入去啊？好啦，路人哇，個搞撚錯，於是乎。報警啦！警方到場制止。點解要報警咯？咁屌見到人哋屌閪啊嘛！見到人屌閪就係報警。喂，你睇咪睇咯。都正常嘅。我就嗱，你問我就唔會報嘅。係咯。我就唔會。但係一定有人報嘅呢個世界上。黐線！你啲人真係。初步判斷咧，兩個人原來係戀人嚟嘅。OK， 佢哋事前吸食大麻同埋飲過酒，因而產生幻覺，令到行為失常。嗱，報道就話咧，事發喺上個禮拜四啊，7月4號下晝。地點喺清邁大學嘅停車場，現場嘅照片見到當時烈日當空35度，該對男女全裸喺路邊空地演出上演呢個活春宮。有冇片啊？咁啊，即係咧，其實咪即係等於我哋當不過我哋當晚咧，佛光街嗰次，佛光街嗰次就係夜深夜凌晨 ，OK 冇咁熱嘅畫面令人咋舌。期間不少路人路過嚇、見到咁嘅情況，於是乎報警。警方上前制止佢哋失常嘅行為，同埋將佢哋送院檢查。初步確認男女來自中國，其中男方27歲係內地人，女方22歲係香港人。你諗下，而家啲報道係咁樣報道嘅、來自中國一個又內地，一個香港人。如果以前嘅報道咧，就係咧嗱，唔代表我哋嘅主權唔係中國啊，就係話啊，警方確認男方來自中國內地，女方來自香港，以前係咁樣報道嘅嘛，應該。有咩問題呢？咁樣係咪又話我屌你港獨呢？初步判斷兩人事前曾經食過大麻同埋兑過啤酒，產生幻覺導致事件。兩個人送院後就無大礙。停車場所屬嘅清邁大學負責人嗱，呢啲咧就係有底氣啦。喂，唔緊要，唔追究，冇問題。冇問題，有底氣啊！咁佢哋而家目前獲釋噶啦，但警方話仍然調查事件，就未知會唔會檢控啦。
嗱，事發地點附近嘅食物攤販啊，呢個攤販咧，我睇有睇賣嗰啲一袋袋嗱，泰國到到而家啦，我個仔都好興，我就真係覺得好難啊！好難啊！佢咁，佢哋啊，哇！佢哋嗰啲熱到辣口嗰啲魚蛋面，佢都係用個袋喎，膠袋，佢又唔撚會穿喎，膠袋又冇膠味喎，但我真係唔好慣。咁啊，當日該對男女同佢哋又去嗰度買外賣喎，即係魚蛋粉喎，泰國嗰啲喎。之後喺路邊樹下面就食嘢，但係唔知點解突然間就去咗樹對面啲空地度，女方就剝光曬自己衫，又剝過男人啲衫，淨係留條短褲。跟住咧，女方咧就坐喺個男仔上面，屌你老母！然後喺路人同埋學生面前激戰。嗰名另外有個男遊客話咧，當日咧佢見到嗰個男仔同嗰個女友咧曾經食過大麻同埋飲啤酒嘅，哦，即係可能佢一度食嘢嘅時候食完嘢咧，食完面啊，又懟下大麻飲下啤酒咁樣啊。佢話睇落去似乎係女方無法控制自己啊。至於嗰個男朋友咧，事後問咧就話咧，佢話當其時咧，佢試圖阻止個女朋友嘅，但係都阻止唔到，警方就趕到啦。屌咩阻止唔到啊？你老實講啊，屌你老尾，你要阻止一定阻止到嘅。不過有陣時咧，馬佬，喂你咁樣嘅時候，喂，同埋無啦啦點會阻止搏嘢啫？唔係啊，我話佢自己啊，佢女朋友騎上嚟啊，屌你老母，你又鳩硬咗，跟住撥條撚，咪就係、是、撥到落去落，你又唔通話你行開啊？屌你有冇 stay away from me？ 你唔會噶嘛？未試過。咁你咪試，屌你老母信聲，你嚇我啦，我啦，神情，哎呀，咁啊就噏咗啦 ，OK， 好啦，咁啊，警方話送佢哋入醫院嘅時候驗血咧，發現體內咧有酒精啊，就冇講到大麻喎，但係啊，唉，屌你，香港女仔啊，我真係好想知道係邊個。好啦，咁另外。我哋終於有樣嘢贏咗新加坡啦！嗱，其實呢一個我真係覺得咧，唔係好值得參考嘅。嗱，呢個係乜嘢咧？呢個係有一個外國外全球外籍人士社區 Interlations 啊，發布一個報告啊，叫 Expat Insider 2024啊，即係外籍人士。嗱，咩叫外籍人士咧？呢一度咧，似乎係講西方人士啦，係嘛？你問我哋個外籍人士，喂，韓國都係外籍人士嚟㗎。外國人、蒙古人都是外籍人士嚟噶，即係外蒙古，係嘛？哈薩克都係外籍人士嚟噶。咁似乎係講緊即係我哋傳統意義上面嗰啲歐美人士啊。啊，咁佢哋咧就做一個調查，就訪問咗全球12,543名外籍人士，嚟自175個國家。咦，175個國家喎，咁就唔係我講嗰只噶咯，可能真係全球喎。啊，居住喺全球174個國家同埋地區。調查邀請受訪者對居住地的生活質量、安頓難易度、工作、個人財務和外籍人士必需品五個指標作評價。哦，佢即係話喺全球174個國家或地區邀請非當地非當地本土人啊 ，domestic 人啊，即係人去評，即係譬如你去巴拿馬。揾條美國佬問佢，你覺得巴拿馬呢一度嘅生活質量、安頓難易程度、工作、個人財務等等呢啲咁嘅指標去比分？譬如去到馬來西亞揾個新加坡人嗰個咪外籍人士咯，去到日本揾個韓國人或者美國人嗰個咪喺當地嘅外籍人士咁樣做調查嘅嗱，咁就好啲。不過最好當然係你呢個人去曬咁多。當然啦，因為其實大家個客觀標準係好難比較嘅嚇。其實我睇咧。因為嗰陣時我哋去做馬來西亞嘅時候咧，2016、2017、2018，其實我就成日睇呢啲報告啊。呢一啲咧，基本上咧，有啲國家我真係好難認同啊。譬如榜首嘅巴拿馬，我唔知，但係墨西哥竟然會係最佳移民地第二位，喂大佬，我就好難苟同啦。喂，淨係治安都難搞啦。印尼、西班牙第四，嗱都唔緊要。哥倫比亞第五，唔係話大佬咁啊！中國排第19位，香港排第21位。咁但係咧，香港排第21位咧，竟然都超越新加坡喎，遠遠終於贏咗佢喎一鑊喎。因為新加坡排第30位，而日本咧就梗係排第37位。咁我諗嗱，阿正頭先我好咩咧？生活質量。安頓難易程度，咁其實
我即係覺得而家冇乜，我諗呢啲未必能夠拋得好遠啊，即係嗰個分。但係工作啊、個人財務咧，同埋外籍人士必需品呢幾個指標咧，就真係可以好緊要喎。嗱，譬如巴拿馬，佢賣好多北美洲、中北美洲、中美洲或者南美洲嘅產品嘅喺嗰度，咁啊好滿足到佢嗰班喺嗰度居住嘅外籍人士。嗱，老實講，你話去得巴拿馬嘅外籍人士，我諗都係嚟自美洲嘅多啦，本身。特別是美國啦，咁你個經濟，因為點解咧？佢經濟佢落後啊，而家美國貴到咁樣喎，啊，咁佢嗰啲必需品就梗係容易有啦，多啦，係嘛？咁你咪拉高個分咯，啊，好啦，今年香港今年咧喺外籍人士最佳宜居地排行中咧排名21位，係比舊年升咗19位嘅，即係舊年我哋排第40。咁搞我哋呢今年發生咩事啊？係咯？點解會升咗19位啊？啊！好啦，上升嘅原因因為五項細分嘅指數表現都有所提高，當中個人財務同埋生活質量方面改善比較大，啊，咁 anyway 啦，啊，你問我，我又冇去過咁多地方，啊，但係你如果叫我去認同咩？哥倫比亞，屌你巴西、菲律賓，屌你排華嘅喎，嗰啲女佢易食啩。我都係唔知道。喂，老實講，你同我講有邊度啲女難食啊？問心嗰句，你夠膽嘅有邊度啲女難食啊？唔多嘅。好，休息一陣。